怎样打的时候手放出去比较怕。然后腿不要只踢一脚，你可以连踢，你会踢。然后动作放出去，不要做一半。哎，对，不要做一半，动作要做出去。你可以连续打两三下，不要只打一下一下。哎，对对对，打连拳。哎，打一打，踢踢踢踢，打一打，哎，对对对。好，休息一下。